们的酒来了，哈哈哈！欢迎大家收看《乔林日志》。喂，我朋友他点的是啤酒海泥根，他们两个点的是啤酒海泥根，那我点的是 Mocktail Apple。它是 alcohol free 的 beer， 里面有苹果、柠檬这样等等。那很漂亮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又来了 Harris 的酒吧，然后所以我们今天跟另外两个朋友在这边喝酒。OK， 我今天点的是这个 Mocktail。然后它里面有苹果啊、柠檬等等，然后它是没有酒精的饮料。它这边上面有这个苹果，三个苹果片。上面有写他们餐厅的名字，然后这间店呢用汉式的番茄酱跟 chili sauce， 对，汉式番茄酱本身是巴菲特持有的股票公司之一。对，耶，我的餐点到了。 OK， 这是 lamb shake。哦，我的羊肉餐来了，好大一只哦，超大一只的，它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哎。我今天点的是这个羊肉，那它是30块钱。然后我朋友点的餐上菜了。首先呢，这个是鲜虾意大利面，然后它里面有 seaweed 在里面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点的，这个是猪肋排。今天餐厅是我们一个免费的 dish， 我觉得还蛮好的，赞赞。那接下来吃我们的餐喽。我今天点的这个餐呢是带骨羊腿，所以它本身会附大概一碗饭跟一个就是青菜蔬菜在里面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香菜上面佐配料，然后还有就是羊腿的一个酱。那我们先吃吃看咯。首先我把羊肉切开，它其实还蛮软烂的，所以这样子很好切，吃吃看啊。它有一点点的羊的那种羊香味的味道，不过它本身因为很好嚼，所以它的纤维很容易在嘴巴里面化开。然后它的寿司很好吃的，它这应该是多很久。然后我吃吃看它的那个饭跟菜，吃吃看哦。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它有淋那个它羊腿的这个酱在上面，然后再吃一口饭。那饭是用这种长形的饭，就印度咖喱那种的饭，泰国长形。本身还蛮湿的，蛮好吃的，我本身还蛮喜欢。那羊肉超好吃的，超软烂。这道菜我会给吐司，好好吃哦。我朋友的这个猪肉 baby back piece， 它本身瘦瘦
个本身也是带骨的，然后这个就适合配薯条。这我要给9.5分，好好吃哦。好，这两个价位其实都差不多，一个是30块，然后一个是31块，这我还蛮推荐的。如果不吃淀粉料理的话，可以把饭去掉，就光吃这个肉就很饱。然后再吃我朋友的虾子，这是意大利面的虾子。它虾子好水嫩哦，咬在嘴巴超 Q 弹的，好吃好吃。它上面这个是 bacon 哦，它是猪肉的 bacon， 然后还有撒一点 cheese 在上面。那个，它这个售价是26元，然后在新加坡一定要搭这个，这个呢叫做新加坡司令，它里面有 gin 琴酒，然后 pineapple lime 跟 soda， 然后红色是加 bitter 下去的。然后这一杯呢，在 Harry 酒吧这边卖20块。然后这一杯是 Harry's 1992 Harry's 1992，它里面主要是用 Vodka， 然后 Blue Calico Linden Orange Bitter Passion Fruit 跟 Lime。那这杯售价呢是19块钱。那它主要是以 Vodka 为主，然后有加 Orange Bitter， 还有 Passion Fruit 跟 Lime， 然后它上面呢还有撒一些玫瑰花的花瓣在上面，很漂亮哦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